动力，三二一。嗨，我是 Kendra 苏凯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欣。What's up？ 我是小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奇友何恋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编周景宽。在《很红又怎样》里面饰演翠霞，当中我饰演的角色叫亚米。我饰演的角色叫耍宝，是饰演 Pinky。然后耍宝他其实有双重个性，双重个性。耍宝他是一个网红，居住在一个同一个屋檐下里面，那里面就会产生很多的精彩的画面。亚米是一个吃货，快我一口了，刚刚的实在是。当中我的性格是比较开朗啊、乐观啊，跟我现实生活中是非常相似的。Good day. Pinky 是一个美妆的网红，非常爱且势利眼，就是有点性感的一个女生。Pinky 在这一部戏里面呢，其实背后有一个非常大的秘密。那他的志愿是想要当一个网络歌手，剧情里面呢会看到我很常弹吉他，跟其中一个演员有一个很甜蜜的恋情。翠霞呢，她是一个港风 girl， 大老远的跑去 KL 闯入了一个网红屋做网红助理，然后在网红屋里面发生了很多。很好笑、很有趣又很劲爆的事，想要知道是什么事吗？那你11月18号记得留守着选收看这部网剧《很红又怎样》。